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期爱笑嘉宾草原夫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敬亭，在《旋风少女》里面饰演玉初元。我是玉初元，离开是我的选择，和久违的青春不期而遇，这个夏天注定不会平淡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冰卿，在《旋风少女》里饰演七百草。草原夫妇，终于来了，我们都爱笑了。上一次因为期末考试呢，没能跟大家来成，有些可惜。哎，不过听说你们被整得挺惨啊。让我自己啊，这回没有那些电灯泡。白涛老师，你要好好带我玩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草原夫妇，我好喜欢你们的，哎呦，好想你们在一起呀。然后呢，我给你们送了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要送我剪刀呢？你先收下我的礼物，我再告诉你。难道是因为我喜欢白剪刀手吗？剧里面你不是给白草剪头发吗？不过你这个头发。心跳的声音，真好看。你是一个洗剪吹的高手，所以呢，我想让你承包我的刘海，可以吗？这个事儿得先问百草了。哦，没问题，打过我再说吧。我不会跟你打，镜子屋里有人等着你哦。好了，今天是我们草原夫妇的爱笑首秀，大家开心最重要了。